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零，因为他们就像我们一样。今天好开心，来到 Mososoloque 村庄的 Health Facility 健康中心，来看看这里的义工如何教导妈妈们用当地的食材煮出有营养的食物给营养不良的孩子们吃，让他们能茁壮成长。Yeah, I come here for training. I just gonna get married soon. And we also cook fresh chihuahua.Fresh chihuahua. Fresh pumpkin leaves. Fresh pumpkin leaves. So, whoa, I'll eat this. 不要小看这锅食物哦，里面不只有新鲜的南瓜叶，还有南瓜果肉，美味又营养。这个碗其实蛮特别的，因为你旁边可以看到，这边是六到九个月，九到十二个月跟十二到二十四个月，所以。如果孩子大概一岁到两岁，他们就会给这样的一个分量，这样才是足够的。真的没有想到，我自认为平时非常受孩子们欢迎的我，这一次却遇到了大挑战了，屡战屡败。哎呀，还是让妈妈们 take over 吧，看来我还得多多加油。I better just stick to cooking. Cooking. Oh, 好辛苦，我害到三个孩子哭。在 Mososoloque 有两个我已经住养了三年的孩子，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兴奋哦。 Linus 今年十二岁，和照片上相比他长高了，这个拥抱让我感觉到我的心好温暖。Linus 的家人都很热情，瞬间我们就打成了一片。很感谢世界宣明会在过去的十年内为这里的社区提供干净的水源，陪着他们一起取水，感觉自己也是他们家中的一份子。I am back. Actually, they don't have many chickens here, right? This is considered like.Luxurious to eat chicken here? Yes. How many chickens do they have? I just have three. You have three chicken? Oh, I'm cool. And they cook one for us today? They had four, so now they're remaining three.So they cooked one for you because you're a visitor. Oh, thank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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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是他们用来养家的动物。当下的我很被触动。我觉得他们好纯真，在生活上有各种各样的缺乏。但却有着最美丽的笑容和最善良的心。依依不舍地与 Linus 一家告别，不知道第二个孩子会不会也一样喜欢我呢？我很兴奋，因为我现在呢会见到 Monza 我住养的孩子。我听到孩子们都在唱歌，你听得到吗？
happy to see you. You want to say hi? Hi. 我今天呢，我现在就来到Monza住的地方，然后他会带我去看，哎，他住的环境，然后我也希望等一下有机会跟他踢踢足球，这是他最喜欢做的 ，right? Football, football. Let's go. 这里的孩子都自己做玩具，这就是 Monza 做的桌球桌，姿势是不是很专业呢？哈哈，不像我的。我们从新加坡带了一足球送给 Monza， 因为他最喜欢玩的就是足球。其实他们这边会自己做自己的球，好像用塑胶的原料，所以我们就希望这粒足球可以祝福他跟他的朋友。 Oh, you made this for me? He collected this? Like that? Is it like that? He 一看就知道他经常扫地. Oh, thank you. 赞比亚之行真的是非我所想。 我觉得赞比亚人非常友善，脸上每次都充满着笑容。我觉得最让我惊叹的就是，即使他们的生命碰到非常多的困难，他们依然可以唱歌跟跳舞，那个太厉害了。因为你知道，在新加坡有时候我们碰到困难，我们真的很难开心起来。但这是我在赞比亚人身上看到的，简单的喜乐和知足。我也当然希望说。 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也可以伸出援手帮助他们。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你学到了很多，他们的慷慨，他们的善心，他们怎么处事待人，他们怎么尊荣人，实在让我真的很无语。 赞比亚有8500公里，但我们的爱。